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京话连篇第34期，我是磊子。上一期呢跟大家讲了讲什么叫不着四六哈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就这词，这就一不着四六。说你呢有味儿，说你呢，说你呢，别指人家，说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，不着四六啊。今天这期啊给大家再讲一新词儿，叫趿拉板儿。什么叫趿拉板儿呢？对，就是他现在脚上穿，哥真他妈没溜儿，这就是，对，这就是趿拉板儿。趿拉板儿啊一般就是指这个不带后帮的这种拖鞋，像他脚上穿这双，这就是拖鞋带后帮的呀。那就说这什么叫趿拉板儿，你总得解释解释吧。就是鞋里的钉子裤，看不见吗？真的，对对 对, 对，这是不是钉子裤？对对对，这就是趿拉板儿。趿拉板儿这就没什么好举例子了，反正这就是趿拉板儿啊。这期也非常简单，我们一般说就是说这就叫趿拉板儿啊。所以说啊，今天这期呢就给大家讲这么一个词儿，叫趿拉板儿哈，很好学，大家一定都学会了。